我走吧。哎妈！哎妈！别闹了！好，别闹了，后面有人，现在差不多。对对对，开飙戏了，开飙戏了，跟我有关系吗？跟我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换你的小米，跟我没关系，好吗？本来我就是无辜的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做我干嘛去了？给你们看，真的是，知道吗？反正不是我。后面的大爷都吃不住了。不是，我不注意角度的，是今天这个直播间坏了，我老婆放电脑发的。被光了。是当兵出来的，他跟我两个玩吗？真的是。我都还没给他们喊砸进一点，喊砸进一点的，他们就晓得好好玩了。什么时候回来直播的？回来有一个季度了。干说话。跟你走前面，然后跟你走着，然后等我们来跟着。不行。我不要，你给我上，不用靠。我不要，我越都干嘛？我就上，我上我几人。越我坐路不越。啥道理？五个车房一块跑几人？你啥都不干就跑几人？我过来地方就写着你跑几人。
我怎么办？